比是在这个我们的商业模式以让利、借利、引流来做我们这个整体的合作。我们平台让利，透过平台借利，透过我们的系统来引流，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会员得到最大的效益。所以我们 OMO 是让我们所有的代理的行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益，透过我们电子商务的竞标，我们做到全省不分区域服务，来帮助他们消费。那我们线下的狼时代还有我们的联盟商城，所有的商品我们的会员都可以在这边得到无痛消费。我们所有的在我们平台里面的与会的贵宾会员都是会员制的，所以我们做到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生态系的概念。那我们每两个月会做一个全国性的公益的回馈，提倡我们的环保，然后为我们的弱势、为我们的孤幼儿、老人来做一份心力。